呢度系上虎跳峡啊！依家顺住呢个栈道慢慢行落去个观景台嗰度，听到啲水声都够晒壮观。好多游客噶，啲团友都落晒嚟啦。对面嗰两栋桥以前应该就有景区在对面嘅，依家就封闭咗啊！依家就啊，好壮观啊！跳峡的标志啊！哇，行埋去真系好壮观！哇，嗰啲浪花直头溅到上嚟。我可能没没说，你在教的。